你的第一份礼物是什么？不记得了。最爱抱的机场公仔呢？即使粉丝丢给我什么，我就抱什么。你的心理年龄？三岁。你最擅长的漫无表情？最喜欢的食物？冰淇淋。想送给萤火虫的礼物是？男朋友，一场演唱会，送美丽，送美丽，送美丽。最喜欢的颜色？喜欢珊瑚粉，代表初恋。过年最期待什么？休息。最怕什么？不放假。给大家拜个年吧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一二三，跟我一起变少女，送礼就送自然堂，你本来就很美。卫衣，竹林，很有趣，还可以再来。一位肯定不行，早睡早起。我希望可以拥有一种不管干多少活，不管做多少工作，都不会疲惫的那种超能力。吉祥娃娃，美。新的一年就希望自己可以精力充沛。很感谢他们陪伴我度过很多我人生很重要的时刻。也希望自己未来能有更多个美好的时光，可以拥有大家的陪伴。